大家好，我是袁生郎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俊。我们现在在拍摄的偶像剧叫《阳光天使》。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档，但现在是如火如荼的拍摄当中。对，然后现在呢，就拍到大概有两个多月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止了吧？对，不止了，不止了，对。然后很期待到时候去香港宣传。希望大家会希望我们两个人可以去香港宣传咯，但是首先一定要收视率非常好嘛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祝福我们。没错，然后我们去香港宣传，我们就跟你们讲广东话。对，现在还不行，我们会好好练习。对，那如果想要知道我们的阳光天使更多消息要注意什么，明爸.com。我觉得他是非常没有距离感的人。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人，就是有时候很稳重，但有时候又会很像小男生。那我觉得他可能因为他生长的环境跟我们不一样，所以有时候讲出来的话会让人觉得很有趣。比方说他中文比较不好啊，然后或者是有些他不懂的东西，他就会搞不清楚我们在讲什么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会表现得好像笨笨的这样子。其实他很自然，然后他是那种自然到就是他完全不会释放任何一点电力的男生。当然工作上必须的，可是工作下完全不会。这样不会放电？完全不会。我说他是一个很安全的男生。如果说当男朋友的话，有这样男友会比较好的地方，就是说女生会比较放心。他以前好年轻好漂亮，现在现在啊，现在更年轻更漂亮。谢谢你，真的是很谢谢你。我很少称赞人的，他很少称赞人的。这是我的性格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称赞人可能会觉得不知道哎，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去称赞人。我跟你讲，一开始我在跟他演戏的时候，我还说哇是前辈，他比年龄比我小，然后觉得他是有那种很有经验的，所以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有点怕怕。真的吗？还真的看不出来。有啊，真的啊。这部戏会有一点点可能会比较不适合吧。但比较少啦，比较少。对，比较跟他比起来，可能他以之前的就会很多。对呀、啊，你之前的也很多、啊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还有床上、对呀、啊，对。好了，我们都有床上。对啊。就这部戏，虽然现在戏少，但不会少了这部戏的精彩度啦。不会影响啊，当然观众会很期待啦。那不然我们收视破10的话，我们就立刻就是在大庭广众，大庭广众在大亲嘴。真的啦，破10啊，好多对我来讲，你打佢，我第一次被人哋打。他从来他因为我打，其实我打他我那时候打他巴掌嘛，但我也打过不少人巴掌，然后我也不觉得他没有被打过，所以我打完他第一下的时候，他才告诉我说这是他第一次。我说什么？你第一次居然给我？我觉得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我出手很重，然后还打了非常多下，然后打五六次，然后、好多次都肿起来。你现在打我的手，就用那个力量，就用那个拍戏的力。我不记得了啦，拍戏的力很大力哦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真的，我的脸肿哎。他这边肿起来，我第一次看帅哥变猪头。对，我第一次看帅哥也可以变猪头。对，然后。